悠远的家学渊源，神秘的传世古方，凝成他精湛的医术和圣洁的医德。洛桑丹增正从古老的藏医学走进更艰苦也更神圣的医学新领域。自从有了人类，疾病便不可避免地与之相随，而医学也伴随着人们从蒙昧走到现代。藏医药学，一种思辨独特而医道仁爱的医疗方式，从坚强的远古信仰到今天精湛的生命科学，它一直绽放着异彩。洛桑丹增这位在西藏各族群众中远近闻名的神医，在为人解除病痛的同时，也见证了藏医药学今天的坎坷与辉煌。其母洛桑丹增现年65岁，中国中西医学会养科分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会外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西藏分会常务理事。2000年9月，第二届平衡针灸医学大会授予他20世纪平衡针灸杰出人才称号。2001年4月，联合国和平基金会21世纪自然医学大会组织委员会因其卓著的医学成就，授予他自然医学奖、国际自然医药大奖和世界名医奖3项荣誉。2001年4月，联合国和平大学第42届国际自然医学大会授予洛桑丹增先生国际医学博士学位。洛桑丹增祖居高山峡谷之间的阿嘎地区，所出身的其母家族以医道精湛、贤能辈出而远近著称。藏语的其母代表悠久与齐全，而洛桑丹增在这个家族中已经是第9代行医者了。我们家族是也是1900多年的历史，爷爷本来就是要学医，最后把这个我们其母的医学记录交给我的父亲。交给我父亲以后呢，碰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活佛，也是医学方面呢很有成就的，所以就交给他当徒弟了。然后就跟那个佛父一起，一直到40多岁在那头，一边就是考察者植物药。其母家族自古就有这种游医的传统，世世代代的医学传承者往往以几十年的时间游历异乡，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荒僻无人的墨脱，到内地的五台山，再到印度、尼泊尔等地，一边行医一边考察药材，所积累的药方世代承袭。我以前啊积累下来的民间的这个藏药里面呢，很多没有人，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了解清楚的入药的很多植物，这就是藏医的特征。你比如说，我跟你说，黄金，西方也没有考虑入药。这个铁能入药，很多不理解。还有这个松氏入药，也是一种不理解。那么西方反对呀、啊，反对呀、啊，为什么反对？这是矿物啊，毒性的呀、啊。藏医有特殊的，他磨练把整个毒就去掉了，他把这个入药前做了磨练的加工以后啊，细加工以后啊，这个毒性降到99%啊，然后剩下的可以入药。在藏王聂赤赞普时期，藏医中便流行着有毒就有药的说法。与一般中药不同，藏药常常用名贵金属和矿物质入药，采取以毒攻毒之法来治病。许多被实践证明有着特殊疗效的药方，都凝聚着行医者艰苦的探索与尝试。我最忘不了的一个事情，我这才9岁啊，背上有个筐子，这么高的，到这跟装粮食的话，就可以装60-70斤左右大的一个筐子。
这里面呢就糌粑和番茄酥油啊，水就这么多，把这个就是自己一天吃的东西，嗯，就拿这个就采药去。七月下大雨到下坡的时候，泥就全部化掉了，化掉以后呢，我的这个酒啊整个都破了，啊，衣服也烂了，整个都是烂。到了下面以后呢，简直是人半死半活的样子，啊，到处都是刺啊，啊，都把它脏到到处都是，啊，像挣扎的一样。但最后怎么办呢？筐子里面的这个药材捡药材啊，很多散掉了，没有几个了，最后又把它爬过去找这些药材，一步一步的把它补充起来，又要装满，不然的话就爸爸就凶得不得了了，啊，任务没有完成，没办法回家了，嗯，又把它爬过去找啊，东找西找，到处都是把它补起来，那叫什么呢？挖的是三七，藏三七，对，嗯，然后装满了，到了家里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爸爸没说你多辛苦啊，少些看我的筐子里面要多少，嗯，要基本上达到要求。他从六岁起跟随父亲学医，父亲的要求经常严厉的近于苛刻，但是对医学起死回生神奇力量的敬畏总是转化成对父命的遵从。十岁那年，洛桑丹增被高僧选中，经过艰苦的辟谷，被送进寺院深造。辟谷过程中，在90天几乎滴水不进的虚幻境界中，他见到了药王天堂，活佛宣称他将要走上行医者的道路。于是父亲临终之前用9天的时间，将世代祖传的198个药方连同行医之道传授给了他。父亲临死前把这个记录啊，我们清末的医学记录，这个转交给我了，正好就是他临死前。但是这个转交给我的时候呢，他也很多交代过。交代第一个，他的意思就是做医生啊，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从心态上，从行动上，这些都是他交代的一个过程。他是对我的嘱咐。啊，嘱咐啊，啊，住院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作为一个医生，是吧？医生性的不上脸，不符合当医生啊。那么这个是性的上脸，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那这是终身的，一辈子的啊，要坚持下去。洛桑丹增的父亲曾说：“父母是最亲的人，但他们都会死，只有患者是源源不断的。”一个医生应当把患者当作最亲的人，为患者治病，也就减轻了自身的痛苦。父亲这一番教诲成了洛桑丹增一生行医的准则。对用药啊，特别是剂量啊，那什么的，其实是个很慎重的一个医生。在拉萨吧，我们这个拉萨反正也有很多人知道他，其他医院有些啊，给你开个药啊，你这怎么怎么就这样完了，他可以很那个的，就是说把你的病因呢、啊，有些然后病的状态啊，他可以很耐心的很这样的给你讲出来，让那个病人很口服心服的那种感觉。作医肯定要你要配药啊，配药的话植物是无数的，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就都可以入药。但这里面呢，毒性的药它本身就是毒性，它入药也可以治病，所以这个呢就特别要注意它的这个毒性药，要必须要掌握它的剂量，每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是体质的毒性能不能接受，也必须要测验好。那么这个测验怎么办呢？给别人做试验行吗？那不行嘛，那首先自己为他人的健康敢于自己牺牲，敢于自己痛苦，为了他人的福祉而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能力，是藏族人在佛教文化中的一种信念，也是其母家族世代行医信奉的准则。
由于藏医在行医过程中有同时开拓新药方的传统，又不主张以动物来进行医学试验，医生往往自身承受试验的风险，因此传世的每一个藏医药方都凝聚着无私无畏的医德仁爱。动物做试验呢，爸爸就说做试验的时候也它是一种有是生命者，不能让它死掉，既然它是低级动物，但是它有生命，杀害了它也不太好，所以最好呢自己做实验。从医学的含义上讲的话，就不损害大众的利益而自己死了，那也值得。做实验成功了，那就千千万万患者类似这种病的话，就那我有办法。有人曾经还说，这他肯定有点，就是有点像疯子一似的，就是这种。所以我也不理解这个，因为我接触过他，我说他没有这种了解呀。这我就后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因为他过去啊，他有些自己要那个制作一些药物啊，要然后要自己要那个，他可能就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实验到有的时候药物的那个量啊那些都要，有时候都要差点死过去的那种时候都有。我就想，那真正搞科学的都有这种精神嘛，是吧？他就是自我牺牲的精神啊。为了对药方进行试验，洛桑丹增曾三次身涉险境。有一次，为了医治一个身患绝症的孩子，洛桑丹增想到了父亲留下的一剂古方，想象不到的一种病啊，淋巴穿孔了。本来淋巴肿大，后来西医敷了好多药，外用内服，用了以后呢，最后这个就是破了，破了以后呢，穿孔，呼吸全部从这里呼出来了，最后收拾不了了，收拾不了怎么办呢？真的等死了，因为他整个都感染到肌肉到胸腔里面，就肺胸腔的都感染了吧。这小孩本来就是到这七岁发病到一直都是16岁，你看拖到这么长了，最后就不行了嘛，瘦得一塌糊涂，整天过来等死的时候，最后他们就带着我来了。带着我这我一看，哎呀，我能治好他的病吗？说实在我非常气愤难讲的。最后那我就少些给他讲喽，我用药也可能治好也可能治不好死掉了，那这个到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他说死掉了认可没有意见，西医所有的医院都判死刑了，那你有这个态度的话，那我也下药了。那我就想爸爸从前讲过这个话，这个古方起极大的作用。然而父亲留下的古方中能治此病的药物毒性很大，又是得自祖传，自己从来没有用过，洛桑丹增对此没有把握。面对病情垂危的孩子，他心乱如麻。那个古方的很多药有些毒性也比较大，心里有点慌啊，那怎么办呢？我这个地方就一个结诊，看看怎么样用下，我就把这个做了一些药，大概我这个地方可能要0.3左右吧，做好了以后擦了一下，擦了一下以后呢，我就回去，大概有2个小时是没什么感觉，有一点刺痛感，其他没什么感觉。回来就我就给小孩0.01把它做成以后，幸亏加了一些熊胆，然后就把这个药塞到在里面。洛桑丹增把经过自身试验的药方以安全的剂量给患者服用，然而当天夜里由于药物的刺激，他敷过药的手开始剧烈抽搐，苦不堪言，最终他失去了清醒的意识。3天3夜之后，当他苏醒过来，首先想到的是那个服用了同样药物的孩子。一清醒了就马上就我就想起这个小孩了，我彻底完蛋了，这个小孩就死定了，赶紧给就是
在我的身边，赶紧去调查一下，这下就是的，我就把这小孩用了药了。最后他们就找这个小孩家里去了以后呢，哎，小孩就好多了，好多了，他没事，我就差一点是这样。骨方危险性很大，但是他有治难病啊，确实是非常有效的。最后小孩就痊愈了，他现在都在。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藏医同样走上了科学化、社会化的道路。西藏自治区政府组织藏医专家将他们的宝贵经验汇编成书，对1000多种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分、功能作用和用法用量等做了定性和定量的科学分析，使藏医药的使用日益标准化、科学化。古代的吧，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其他领域医学的他也没用过这个药，他说这个药是能做药，不能做药谁也谈不清楚。但是他没有科学研究这个药，到底这个药的含量是什么，性能啊，含呢，它有多少个各种指标，维生素的指标，微量元素的指标，是不是？这些到底是多少？是不是？他都不知道，这就是古方。如今的西藏自治区，藏成药已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年产量在50万公斤以上，能够生产丸剂、散剂、胶囊、糖浆和冲剂等400多个品种，传统的名优产品几十种，慈悲济世、救死疗伤。其功绩和规模已非昔日可比。洛桑丹增不仅继承了藏医家族的坚韧和仁爱，也努力接受当今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并把他的经验无私地写进教科书。也只有在今天这样优越的环境下，这位藏医世家的传人才能让历代积累的藏医学成就发挥最大的力量。藏医在西藏民间的藏医也不少，就是祖传下来，但是那个但是我呢，是因为我是可能跟他接触的很多，从他自己亲身的那种治疗啊那些，而且他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我觉得他对那个中医的研究啊，他对现代的那种研究，他结合得很好。在日益健全的医疗体系之下，洛桑丹增为祖国医学的传承，为藏医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凡的贡献。然而，藏医学是一种注重实践且依赖行医者自身努力与经验积累的医学类别。在今天，面对各学科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面对医学对科学技术的倚重，这位藏医传人也并非没有困惑。他甚至因为学历的缺陷和不懂英文，至今还没有主任医师的资格。但是呢，我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么多全国各地，包括国际上的很多这个患者啊，德国、美国、日本啊，我根本梦都没想过他们来求医我，是不是啊？这么发达的国家都这个里面都来求医我。这就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觉得这些病人呢，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健康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幸福。人就是要幸福，是第一自己的健康，再一个是荣誉。我的荣誉是什么呢？就是人民，我的所有的患者健康了，他能够社会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包括最起码要自己生活能够自理，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幸福荣誉。如今已经退休的洛桑丹增，面对职称与资格这类身外之物，
同样付之以淡定的笑容。何况其母家族的藏医资源与现代医学体系的进一步融合，使他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份希望，就是我儿子今后能教育他能够爸爸的这种思想。什么叫幸福？你个人的吃好穿好，这是难道幸福吗？这是一点点的幸福，不是说没有幸福，是幸福，但是这个幸福是方位，是一个生动水晶里面的一种，看到一个这么小的太阳的这种啊，天这么小的天的这种感觉。我们真正的幸福就是要你的职业能够人类做出贡献，这就是你最大的幸福。洛桑丹增的儿子，年轻的丹增顿珠，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依然选择了继承父亲的职业，做一名藏医的传承者，这让洛桑丹增倍感欣慰。2007年，丹增顿珠被中国医科大学录取，成为中医药专业的大学生。我感觉我也应该像他一样，我最起码最起码就跟他一样了，但怎么说呢，尽量想的话肯定想比他强一点吧，但我的现在这只不过就希望跟他一样而已，因为这东西并没想象中那么简单，有些东西这真的很难，他真的就花了很多功夫在这上面了，就看他有时候很累这样呀，自己呀牺牲很多啊，很多要花代价呀，甚至生命的代价，但是我儿子能这样的生命代价吗？能吃苦吗？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打击吗？肯定不行，肯定不行，他是新社会出来的小孩，你说对吧，周围的环境影响对他干扰很大，所以呢必须要拿他一个学历能够继承，我那当然我的愿望就成功了。经历了从医之路的酸甜苦辣，洛桑丹增要求儿子必须取得大学学历，之后才能向他传授其母家族的藏医技能和古方。50年前，洛桑丹增也是经过辟谷的磨练，进入寺院学习之后，他的父亲才将医术传授给他。这是父子两代的巧合，还是出自坚强的信念？吃苦肯定是要吃一点吧，可能就吃苦的那个程度可能就不大一样了，所以就总之什么苦都先得吃一吃。支持他，愿意他让他学，多吃点苦都那个愿意的吧。我希望他能够接他的班，也跟他一样的多做一些，为人类做一点贡献吧，为病人呀那些多做一些事，跟他一样。现在西藏自治区已经建立了藏医学院和藏医研究所，从这里毕业的藏医学研究生已成长为继承和发展传统藏医药的生力军，现代医学理念的开拓精神与藏医传统的坚强仁爱，先进的医疗手段和神奇的藏医古方，他们的结合必定能使藏医药学登上生命科学的高原。对于传统医学来说，时代之变何尝不是一种新的考验？